是配菜，好不好？丁丁的第一座，我很在乎。然后再来是昆达的第一次入围第一座，我很在乎。然后我们家是女儿比较凶，她刚刚很叫我们要放手，好不好？这个在于参与，有没有得奖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但是希望他们可以得奖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宪哥这是第一次陪我们走红毯，对，所以刚那个昆达跟 Kid 说帮宪哥定做一套，那这一套宪哥身上 LV 这套是我跟汉典一起送给宪哥 的。然后为了要配合这个西装这个裤子，连内裤也是 LV 的，还有这个墨镜也是 LV 的。因为你在我们心中是主持界的 LV， LV 在我心目中就是 Love You Very Much。Oh, yes， Love You。Bye.